我是民风节能系统总经理黄海富，大家好。曾经是哈佛医学院教授，现在是伯克莱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 Walker 教授，他说包治百病的良方不是爱马仕，而是睡眠。新一代的防螨水晶床可以解决现代人许多睡眠问题，关键在哪里呢？让我就来告诉你，欢迎准时收听哦。